诸国正法贤圣僧，直至菩提永皈依。直至菩提永皈依。我以文思修功德。我以文思修功德。唯欲有情愿成佛。唯欲有情愿成佛。那么接下来是讲贪生的苦。贪生思维贪嗔苦，第三点，思维贪嗔苦。说贪嗔中，其力强而欺其弱，且为天人之之际，自无主权，任随他力，任随杀打损害。这个贪嗔就是畜生啊，动物。其力强者而凌其弱，在动物界是弱肉强食啊，弱肉强食。那么弱的要被强的所欺凌，且为天人之际，动物又会作为人的这个劳动工具啊，这个娱乐工具啊，自无主权，自己没有一点主权啊。你看那些猪啊、猫啊、狗啊。当宠物还好一些，你要当猪啊，当就要那就要被主人给，到时候就要被主人给吃掉了。为随他力，任其杀害、杀打损害，就是没有主权嘛、啊，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主权。人家要杀你就杀你，人家要吃你就吃你，人家要打你就打你。本地分说，与天人同住，别无住处。那畜生他这个盘生啊，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跟天和人啊，天道和人道的众生啊同住。即使实则云，彼诸根本住处为大海，诸疑者乃彼之所留处也。根据《济舍论》的史里边说啊，这个动物呢，主要是以大海，从大海里边来源于大海的。好像根据现在的生物学啊，也认为生命是来源于大海的。就是，那么《济舍论》说，这个动物呢，盘生呢是以大海为主，然后其他的陆地上呢、空中呢，都是从海里边演化来的。所以诸疑者乃彼之所留处的，那这个说法跟现在的科学啊还蛮相通的。不至有生于暗中或水中者，皆老死于其中。以负重疲劳及以耕耘剪毛驱使等，而杀害诸法亦有多种不同所破恼。又由于饥渴昏日所困，及劣者等于多门中而为损害，虽何时为念恐惧。不至有生于暗中或水中者，皆老死于其中。那么有的动物呢，一生啊都是生在一个黑暗里边，有的动物呢一生啊都是生活在水里边，生活在暗中，死于暗中，生于水中啊，死于水中。以负重疲劳及以耕耘剪毛驱使等，那么这些动物呢，它必须要为这个，有许多动物啊，它都要为人服务，为人，比如耕耘啊，像牛啊，剪毛啊，像羊啊，驱使，要被人驱使啊，人把它当作这个劳力，然后最后还会把它杀了吃掉。而杀害诸法亦有多种不同所破恼，那么杀的方式啊，种种不同。你看广东人，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吃各种动物都吃，
像古代啊有酷刺，那对动物的这种，这个吃的方式啊极端残忍啊。又由于饥渴昏日所困，及猎者等于多门中都为损害。那么动物呢，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，不像人啊，会造了一个房子住在房子里。那么动物呢，很多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边，吃啊，这个饮食也不能保证。然后呢，大自然的恶劣的环境，它们生存啊，也还是蛮痛苦的。即猎者，是不是读猎者啊？等于多门中而为损害，只要看到打猎的人啊，他们就没命了。谁何时为念恐惧？所以他们时时都在处在一种恐惧中，就没有安全感啊。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也没有安全感，那有什么白领啊、黑领啊、什么领啊？这个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啊，所以人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你看现在这个富豪啊，自杀和他杀的，自杀和被他杀的很多。有的人想多赚一点钱才有安全感，可是多赚的钱还是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啊。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无常的世界，它就是充满着不稳定。你想抓住一个东西，也不会变化的，这其实是不可能。关键是我们要有这个安定的心，这个才是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安定的心啊，你想依赖外在的这些不可靠的东西获得安全啊，那是做梦。一其中苦恼乏，当思而厌烦，生起出离心。所以对这些苦恼乏要思维，要不断的思维，思维了之后啊，生起出离心。因为在我们没有解脱生死之前，我们都有可能成为畜生。在我们过去的无尽的生命中，我们也曾经啊，可能各种动物我们都当过。我们说为这个三恶道的痛苦呢，当然一方面从我们个人来说，我们通过思维啊，是要发起出离心。我们通过思维呢，就是要认识到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，发起出离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从这个善知道来说，我们思维这个三恶道的苦啊，我们要发起慈悲心。我们想到的这些如母有情啊，他们还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苦，所以我们赶快要修行。修行了之后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们。其受量者，即舍云：诸盘生甚者长一劫，为受长者可至一劫，短者则无定也。这个畜生啊，盘生啊，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？根据《记舍论》里边讲，就是寿命长呢，可以达到一劫。像什么，像龙王、龙道，其实它就是畜生，也是属于盘生的范畴，寿命就很长了。你改一下那个我们的圆圆啊，欢欢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炎炎欢欢已经活了五六百年了，四五百年了。这个有的这些动物啊，可以活到几千年啊，上万年啊，这是我们人间能够看到的。可是短的呢，那就很短哦，朝今不知悔朔。贵姑不知春秋，有很多这些低级的这些生命啊，朝生暮死。
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视为恶鬼的苦。诸善品兼一者，生恶鬼中，彼等皆感饥渴之苦，其肉血脉枯如猪。以化不灭，好胜干焦，及舌舔之。这个恶鬼是什么人会升到恶鬼道啊？诸善品兼吝者，就是善品善等的那个吝啬小气的人啊，兼贪吝啬小气的人啊，将来的果报呢，就是升到恶鬼中。彼等皆感饥渴之苦，那么恶鬼的他的痛苦的特征啊，就是一天到晚都在一种饥渴之中啊，一天到晚都在饥渴之中，皮肉血脉枯如猪，读什么？物五物吧，就是这个，因为饥渴呢，身上没有水分啊。就像整个身体啊，就像被干了，就像木头一样，笔画不灭，头发很长，把脸也给盖住了，口肾干焦啊，嘴巴渴了直冒泡啊，然后用舌头，经常就会用自己的舌头啊去舔一舔，舔一舔呢就会有点水分吧。但我看这个嘴巴可能烤水也不多啊。所以这个，所以不能兼贪哦，不能吝啬小气哦，否则会干恶鬼的。恶鬼就是一种饥渴，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。你们知道吝啬是属于哪一种心所吗？啊，贪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兼贪呢，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属于贪心所的贪心所的范畴，所以贪得无厌，贪婪，贪心重的人，他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。如果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啊，那么他永远都是属于饥渴。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恶鬼的一种心态，恶鬼的一种症状，心灵的饥渴。其中有三，就是这个恶鬼啊，这个他的这个表现有三种类型。一，饮食有外障的，一种就是对饮食有外障，就是外边的障碍，不是内在的障碍。彼等若持至仅存慈海诸处，唯有情少执剑毛枪等行列草物，令不得气，或强气之，便见其存，变为脓血，见不易饮也，治不易饮也。啊，这个恶鬼啊，真是渴啊，到处去找那个水喝啊，找啊，走到这个井边啊，或者唇边啊，那这个井边啊，或者唇边啊，就有很多这些这个守卫的人，守汉执着刀枪，不让他靠近，那因为这个恶鬼呢，实在已经渴得不行了，就要命的往前冲，可是冲到这个唇边一看啊，这个水全部都变成脓血了。那变成脓血了吗？你又没有，看了就恶心嘛，喝了也不想喝了。第二，以饮食有内脏的，前面讲的是外脏，接下来讲的是内脏。内脏是你的身体啊，你就没有能力，你尽管渴，可是你又没有能力喝水啊，吃饭啊。胃烤如针孔。或烤如锯，
经章，卧壶宽大，纵无其他有情为之，自得饮食，亦不能饮抗也。这是这个内脏，内脏就是生理上的障碍了。或烤炉针孔，这个嘴巴就有针孔那么大。或烤炉剂，这个烤炉剂是什么？是不是冒火？对，嘴巴是冒火。或壶浸阴，阴可能就是很小是吧？脖子很小啊，嘴巴很大，可是脖子很小。或壶宽大，肚子很大，哎，肚子很大了，所以一天到晚啊就是肚子饿。可是呢，脖子很小，嘴巴很小。我也吃不进去，哎，也有人生这样的病哦，是不是啊？有。哎，看来这也有什么病，那还什么病？所以啊，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一啊，不是在第一，第一在哪里？人间就有第一，人间就有第一。所以这个第一其实呢，我觉得是真实不虚。因为众生的贪嗔痴啊，这种业力啊，它的确是会化现出这些东西。当我们一个人被贪嗔痴折磨的时候啊，也是蛮痛苦的。三，以饮食自体为障者，有猛咽慢，一切饮食皆为火燃而烧之。名食粪味者，饮看粪粒以不尽臭恶，即为能以损害下列等物而饮看。这个第三种就是饮食的本身出现了障碍。那么这个也有几种情况，一种叫猛咽慢，就是找到饮食啊，这个饮食它这个就变成火。你说这个好像说当年这个木建连尊者他的母亲啊下地狱，然后他就用，因为他神通第一嘛，就把母亲呢，这个就到地狱里边，然后看到母亲啊，哎呀，这个很饿很饿的，然后他就把他托钵的饭呢给他吃，结果呢这个饭拿到他母亲的手中呢，马上就变成火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个一阳腾位啊。不解就很苦恼了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就请求佛陀这个慈悲啊，开示啊。那佛陀就跟他讲，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，要靠这个深重的力量，所以呢才有一样的能力。名食粪秽味秽也，饮看粪粒以不尽臭味。就是这些友情啊，就是只能吃这些不净的东西，就像那些啊，我看就像那个蛆啊，吃这些东西。又有一类啊，极为能以损害下列等物而食看，只能吃一些很非常非常下列的东西。又有一类呢，割自肉食，重的香美而不能食。又有一类友情呢。他肚子很饿的时候，他会往自己的身上割肉啊，割了肉来吃啊。我们人世间也有这样的，这个你看有些人啊，很烦恼啊，自虐啊，来折磨自己，摧残自己，然后在折磨中呢，所以这个都是一种业力，哎，都是一种业力，所以重点香而不能吃。像你就是还是说这个肉嘛，他割了这个肉嘛，但是你割了自己的肉啊，你吃起来很难过嘛。所以这个恶鬼呢，就是因为他这个要饥渴，所以因为他得不到饮食，得不到正常的饮食，所以一天到晚啊都是处在一种饥渴之中。
彼等二鬼住处，记者论位于王舍城下，约511刹那有之。彼者皆彼中同分处。这个恶鬼的住处啊，也是在地下500由行。那么其他地方也有了，我们人间也有了。这个鬼嘛，鬼有鬼的世界，人有人的世界。鬼因为跟我们业力不同，虽然同在一个世界里边啊，其实不妨碍。你看到你的，他看到他的。所以鬼的世界跟人的世界啊，其实距离蛮近的。其鬼之少量，即本地分居，即舍以人间一夜为起一日，可自息自年500岁。所以鬼的少量呢，根据这个即本地分，就是一学十六的本地分啊，和即舍论说，比人间的一夜啊，是他们的一日，然后他们的寿命是500岁。亲友说因恶行之业以为所，坚固残骨之恶鬼，其间少骨无间断，骨千及万亦不死。就是恶鬼，因为他们造了恶业啊，所以这个恶业的力量使他们啊成为恶鬼。因为这种恶业啊，就会长着这种恶鬼的果报，有这种内债啊、障啊、外障啊。其间少骨无中断啊，一旦成为恶鬼之后，这个少骨还没有中断。但是在佛经里面讲的鬼呀、鬼其实呢不只是有恶鬼，鬼呢也有这个富贵的鬼呀、贫穷的鬼呀、这个有地位的鬼呀、没有地位的鬼呀，鬼也是各种各样的。恶鬼应该是鬼里面的其中一种类型。这个鬼也是跟我们人一样，各种各样的人，鬼嘛也有各种各样的鬼。多财鬼、少财鬼、无财鬼、穷鬼、富鬼、酒鬼、小鬼、老鬼，鬼很多啊。小孩死掉了就是小鬼。其初是以恶鬼一类少5000岁，一类为万岁，就是这个鬼啊，寿命有了5000岁，有了10000岁。如是若失彼诸苦者，是以身少，物以热非，自以造业，或以严冬，昏吹冰枯，不着一情，一中而住。又以一日、二日断绝饮食，或以身上昏蛮者。是，若此微是犹难忍者，令我迎合能以热寒地鬼系诸苦而堪忍受。这个地呀、的苦啊，这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身临其境，也没有办法想象，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试一试。大冬天，不说大冬天，先说这个，所以感受这个八热地狱的苦啊，你把扫啊伸到那个烧的火里边去试一试看啊，试一试看。或者呢，在冬天你把衣服脱光了，穿条短裤到外面去站上一个钟头试一试看。或者呢，这个一天两天啊不吃饭，或者几天不吃饭，或者呢这个身上啊被风啊这个折刺啊，你先感受一下这些小苦。若此微是犹难忍者，
如果这些小小的痛苦我们都不能忍受的话，念我银河能以热寒居，鬼畜系诸苦而堪忍。如果这些小苦都不能忍受，那地狱的苦我们怎么会忍受？那我们怎么会忍受？以此推理，乃至卫生自己部位之间并行思维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所以我们在没有下地狱之前，趁着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修行的身份呢、我们能够修行啊，我们赶快要修行。如果不修行啊，如果当你等下地狱的时候你还想修行啊，那已经是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思维这个地狱的苦，才能引起我们这种警觉之心。否则呢，我们的这些修行的念头啊，很容易被边缘化，我们很容易进入一种世俗心，我们很容易进入一种过日子啊，把过日子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切，把这个狭满的人生啊，用在过日子上，结果过完日子啊，接着啊就要面临无尽的轮回啊，面临三恶道的痛苦。实在是极大的浪费，所以我说人生的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我们这个身份，这才是最大的浪费。以现前贤善之身如是施者，并忏己从前所以罪业。当我们对三恶道身体真切的一种恐惧之心之后啊，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忏悔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，止息后流，后不再做。业力呢，我们就是如果不断的做啊，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，就会成为一种生命的这个串起啊，延续的力量。那么我们就要停止，怎么停止？就是通过持戒，就是止息生命不善之流。先所极善，则以猛力易热发愿，令其增长。那么我们曾经所修的善行啊，现在要勇猛精进，使这些善行啊增长。这个三十九七道品里边有四种正断，就是以身的恶令断，未生的恶不要令它生起来。以身的善令它增长，我们已经升起的念头啊，去强化它，令它增长。未身的善升起来，这叫四种正断。一心作者，以多门而为器物，又以日日中皆是有暇之身而作义理啊。所以在日日中啊，每天啊，我们都要让这个有暇的身啊，用这个有暇的身，用这个有暇的身来干什么呢？来实现我们生命的最高的价值，就是修行解脱成佛，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无意的琐事上。若现在不施敌者，堕恶气时，虽一求亦能从彼部位中做救护归者，亦不可得啊。如果现在啊不想啊不思维的话，不这样去做的话，一旦我们已经堕落到三恶道的时候啊，你想要归，想要修善啊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了，一点机会也没有。随时以所应作即不应作，其实时以所应作即不应作，其实之处心无力也。那个时候你要修行，那你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们不要说下地狱，就在我们现身来说，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修行。如果你的修行功夫不是很好的话，环境恶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修行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修行，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修行，做梦中啊
你也没有办法修理。死亡，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你更没有办法修行。其实呢，我们修行就是要现在啊，我们现在心态比较好，年富力强的时候，这个闲的时候是为忙的时候服务的。如果真正到了处境不好的时候啊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，根本就没有能力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身体还健康，精力还充沛，我们赶快修行。如果修行好了，当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，面对生病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很坦然的去面对它，我们就会很自在，在生病中我们也自在，在逆境中我们也自在，在死亡的面前我们还是自在，那才是真正的自在，那才是真正的自在。否则我们现在呢，把时间都浪费了，真正面临烦恼啊，面临逆境的时候啊，面临死亡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一点力气也用不上，那就后悔无及啊。所以这个思维这个三恶道的苦，思维这个三恶道的苦呢，就是要和这个思维念死无常是一样的，它是要帮助我们发起出离心，发起菩提心。我们思维三恶道苦，我们才能发起真实无为的菩提心。我们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三恶道苦啊，我们才能升起真切的出离心，我们才会知道这个皈依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。所以思维三恶道苦呢，是皈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，也是帮助我们止恶行善的重要的力量。那么这个每一个法门啊，不管是三恶道苦也好，还是念死无常也好，我们都要通过观察修，都要通过观察修。我们每天啊，这个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些思维观察修。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之前，比如我们念佛，念佛之前啊，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修，念三恶道苦，念死无常。我们念完之后呢，当我们对这个佛陀啊升起一种这个信心、依赖、强烈的需求救度，当我们升起这种心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念佛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念佛就会念得很真切。我们如果我们念三宝啊，念皈依啊，或者忏悔啊，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啊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基础，有这个念无常苦和念无常和念三恶道苦的基础啊，我们忏悔，当我们做忏悔的时候，我们的忏悔就会真切，忏悔的就会真切。我们打坐修行，打坐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散乱，可能会掉进，可能会昏沉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了死，很快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，我们想到的三恶道苦啊，我们一下子可能就会妄想都被吓跑了，一下子就很容易大起精神。所以这个观修呢，它完全可以贯穿着我们的就是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，所以在道次第里边，下士道啊、中士道啊，它也都是上士道的前行，就是我们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啊，首先念死念三恶道苦，我们就能发起真实无为的菩提心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把这个法看得很平常。其实我自己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啊，我有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一些观修，在禅修之前，我做几分钟的关于这个三恶道苦啊和念死无常的这种观修啊。当我只要这样的一种观修做起来的时候，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心啊，这个妄想啊，全没了，心一下子马上就空掉，然后
坐在一种安住在一种没有造作的这个用心的状态里边，效果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比你啊有意的要去这个对治妄想啊，对治纷尘啊，好用的多。所以难怪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德们呢，他们对这个念死无常啊，就是这么重视的，这么重视的。就是像藏传佛教的修行嘛，他们有四供四不供嘛，这个四种四供里边，那么其中就是有这个念死无常啊，念三恶道生性业果啊。思维想满人生的意大啊，各个藏传佛教的各个宗派的修行啊也都共同的。那我们汉传佛教呢其实也是蛮重视这一块，但是只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说着说着就皮了，没有当做一回事。但是这个如果能够贯穿这种观修啊，它就会比较有力量，贯穿的观察修就会比较有力量。否则的话呢，说着说着啊，就进入一种习惯性的麻木，习惯性的麻木，麻木性的习惯，进入一种麻木性的习惯，就是没有感觉的。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说着说着后来啊我们就麻木了。但如果进入麻木性的习惯呢，这个法对我们再也不会产生作用了。所以我们要通过观修，通过观察修，引起我们对它的重视，深刻的认识，这个是修行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基础啊，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才比较容易修善行。它的原理也就是说，我们通过这些观修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凡夫心里面走出来。他的原理就是这样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